可惜了，朋友们，老黑今年是打架，和这个玛瑙打架，怀着的小藏獒流产了。哎呀，这个家伙也是最头疼的，每次一出来，他挑衅，一挑衅的话呢，就开干。今年就是人大意，没注意啊，就和这个玛瑙打在一块儿，结果两条都流产了。可惜啊，这个家伙让我损失了2亿啊！朋友们，其实这家伙是非常漂亮的一条纯种岩板山羌啊。平时看着它是无精打采的，但是一碰到突发情况，还有这个陌生人，表现的是非常的狂暴、狂躁，这就是岩种藏獒的一个性格特点。这号物种对主人是非常的忠诚，对陌生人充满着敌意。平时它和主人是显得非常的温柔、呆萌，但是当碰到陌生人，那种凶猛的劲儿，那就没得说了啊，就如同一个大老虎一样的，想吃了人。大家害怕吗？啊，你看它要听到声音了，对不对？它听到声音啊，又开始叫唤了啊。好了好了，土贼，不要叫了啊！看，这两家伙啊，行了，